山河脉理，遍天地灵气，凡守灵人必持九龙佩，守护灵，福泽绵延，庇佑子孙。是现在小队长，快通知丹佐。哎呀，真不错呀！哎，帮我把着，我看看。哦哦哦，行啊，不够喜庆啊，我觉得。不行，在这块我做个寿桃吧。你做主呗，我又不懂。哥，你这个小兔崽子！啊，小兵，你给我站住！老奶，老奶，老奶，削死你！不是你打我吧，别打我妹儿啊！削死你！我，这个兔崽子，这酒
九龙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，是让他拿去用火烧的吗？是我哥拿给我玩的。啊、对对对，是我给他的，我给他的。听我说，老奶，我老妹儿五行火旺，就拿这个玉佩让他去去火。你看，我现在多水灵啊，小家碧玉呀、啊。咱们是守灵人，眼下这形势，你们还有心思胡闹？老奶，你小点声，这街里街坊的听见多不好啊！我老妹儿本来因为咱棺材铺的名声，她就不好出嫁。胡哥，我行，滚！大爷，你别说了，有这功夫还不如多读点书呢。老妹儿说的对呀、啊，你们这帮混吃等死、砸招牌的家伙，这脸皮儿咋比这棺材盖还厚啊？还有一个掉钱眼里的，去哪儿了？老奶，给我出来！老奶，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啊！你说，要不是我在外面跑生意，咱们这个棺材铺能这么红红火火吗？去你的吧！咋不去街上杀鬼子？杀上几百个鬼子，一人一个大棺材，够你下辈子子子孙孙无穷匮。老奶，你消消气啊！你看，这是我们给您做的寿礼，看看漂亮吗？对啊，我们大家一起给您做的。哎，正经的金丝楠木。当家的说了，在这儿给您弄个寿桃。哎，对对对，那个，咱试试吧。对对对，试试，试试，试试。来来来来，试试试试。你们这帮家伙，想让我老太婆早死吗？哎哎哎！哎，老奶，我笑死你了！笑死你！哎，怎么样？宋本队长初步判断是神经麻痹之患导致癫狂，应该是从墓中带出了什么病毒。先生，这种事不必你再费心了。哎，哎呦，死这么多人，一人一口棺材，咱们棺材铺是不是要发了？闭嘴。队长，来ました。请问老先生的殿上问世甚是奇妙，毛团长老先生请到此地，还请见谅。就这样请。大佐，这墓里有致命病毒，这帮人都是江湖骗子，信不得。哎，说谁了你？先生，老先生还好，东西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。老先生，看看，你还需要什么东西？金泽小队长离奇死亡，我们想知道他经历了什么。浑身血肉被腐蚀，这是遇上了大恐怖。老仙家，左手拿起文王鼓，右手拿起感神鞭。文王鼓，柳木栓，栓上乾隆配开元。牛头马面来开路，黑白无。脚印，右脚。
车不信，一会儿在阴间迷了路，可别怪我老奶不带你们回来。亡魂引路，想问世是借着死者最后一口灵气儿去看执念停留的地方，走得越深执念越深。山闯者死，下水，你们害死了不少人，身上怨气重，要小心被拖下去。死人还能翻起什么风浪？那就是我们要找的陵墓啊。黑罗刹，血浮屠，一入此门，生死难测。咱祖宗的坟呢，咱绝不能让他得逞。太君没事吧？太君，太君，老师，哎，老子，老奶，哎，干什么？放开老子来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点香问师，封建迷信，不就是些催眠的小把戏吗？啊！都杀了，把他们都杀了！等等，点香问师是江湖手段，那墓里的事儿我门清。我告诉你们，大林师，别开声，您不是想要宝藏吗？
我可以带你们去，但是把我的人全放了。等等，你们中国有句古话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看好你，吴三。嗯？只有老先生，为了反击，你们有什么谋略，就先关起来吧。等他们归来，我自然会放人的。当家的，外边没人了，咱们下一步咋办啊？是啊，哥，咱这点香问世被他们识破了，接下来咋整啊？这，先进墓。我们试试下一步计划。进墓。赶紧回去吧，你们行不了事。狗腿子，你啥意思啊？你还有脸来？这你干什么呀？你给我坐下。来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巡逻的日本兵已经被我支开了。要走赶紧走，陵墓的事儿啊，不是你们能掺和的。你这狗汉奸哪有那么好心啊？为了一个将死的人，他伤一群人的命，值吗？你这是放屁！要死也是你先死。大伙儿就是，大伙儿有本事你就杀了老子，不识好歹。接下来三叔，你负责触发机关。白芷，准备好换分间机行事。大壮做好掩护，一切小心行事。从我们之前挖的洞口进墓，一听就是外行。你们那个盗洞法呀，破坏了墓穴结构，这时候进去，那不就等着被埋了吗？就。哎哥，这荒山野岭突然出现一片山林，是不是不太对劲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这九龙山呐，土色焦枯，草木不生，视为铜。这四周啊。怪石突兀，实乃啊地院所化，视为石。从风水术上讲啊，五害占其二。是，乃大凶之地啊！哎，这地方可是凶险至极呀！小心点！哎，就算是咱们这么多人，也是有进无出，九死一生啊！算了算了，老奶还等着呢，走走走走走。嘿呦！哥，怎么了？我好像听到了水声。什么事儿？水声。哥，你看。白天变黑天，一定是墓主人不想让他们进去啊！现在还是白天，只是林子茂密，雾障弥漫，光线照不进来而已。没文化！你一个狗腿子，你说谁没文化呢？森林里头有野兽爬过的痕迹，你看不见吗？还有，淡淡的腥臭味，没那么简单。老妹儿，哎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走啊！
哥，我真的听到有水声。水声啊！我怎么没听见水声啊？三叔，三叔，三，老妹儿，你怎么？山神引路，山神准备借引供奉给自己的祭品。祭品？我们都是祭品。此刻来十里马斯。陵墓诅咒。是置换影响神经中枢。不是诅咒，不是诅咒是什么？这是被你口水淹死的。是隐虫化，制作幻粉的主要成分。哎，洞府在这儿。小宝贝儿哦，看你上场喽！来，小宝贝儿，来吧！干什么呀你？干什么玩意儿？你干什么你？你们来！
下方氧气含量充足，于少量有害气体，预计十分钟后自动消散。好。喂，准备下去。嘿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森林里这尸臭味是从你身上发出来的。你说什么？我不管你有什么目的，别对我的人下手。我先下。哥，树地底下怎么有一口钟啊？哎呦，我的个娘嘞！这个是个宝贝啊，要搬出去能卖不少钱呢。别动！机关本来就多，这钟是打开下一层木门的机关。这些事儿你们不懂。站住！哎，准备撞钟，换天门。好。哎，对，开天门，拿棉花堵住耳朵。
哟西，都没事吧？啊？就好。可大路，我说你扔，当家的就老难要紧。四师妹，哎，你是守灵人。像个漏斗。哎，来来来来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哎呀呀，这地方可不一般呐！啊，前窄后宽，富贵如山，这是正常风水啊。这是兄弟用这一套，怕是害怕凶器泄露，镇不住里边那位啊。走开！知道了吧？自古以来啊，民间就信奉火能够焚尽一切污秽，民间也有跨火盆的习俗，象征着焚去污秽，以洁净之身入门。所以啊，虽然看上去是死路，但其实却是生路。不对啊，这天上那么多星星，但是没有月亮啊。对啊，月亮呢？你在干什么？太君，这脸盆咋的也能住？这可是宝贝啊！山在前，
火灾后，日月星辰，大千宇宙，山火，日月星辰，动物，祖先。这里的机关是根据古人的自然崇拜设立的。来，快放手！三叔，别碰他！这可是宝贝啊！这。大家小心，我们还在墓里。真是饶命啊！三叔，这时候了，你跟小鬼子讲什么？有种就杀了爷爷，大不了我们一起死。你给我闭嘴吧，爷！大舅，我也知道怎么进主墓室，我给您带路，我给您带路。叔，喂，继续坐。老妹儿，等着我三叔呢。三叔，大壮。三叔，这里是哪里？我们还在墓里。什么地方？据壁画所言，墓主生前是一位富可敌国的王爷，他遍寻天下，寻得了九龙汇聚之地，在此修建陵墓。临终前，王爷命人将大量奇珍异宝陪葬于墓中，并令家将守护陵墓。意图福泽绵延，庇护子孙。吾等必尽忠竭力守护陵墓。吾等必尽忠竭力守护陵墓。壁画所言当真？ネオメヤクダレダ、宝を手に入れる。書道士も間違いです。你干什么？他要盗宝藏。他死了，老奶就得死。我给过他们机会。小队长的棺材就是我运回去的。就是为了让他们知道陵墓到不得，可他们非要执迷不悟，那我就只好弄死他们。至于你们，我也给过你们机会。
国宝重要还是一个即将入土的人重要？别忘了你们是守灵人，对我来说都重要，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都别打了，你们辱没了守灵人的名声，关你屁事。老妹儿，带他走，我拦住他，走啊。这小娘们看着不怕，背着还倒是挺沉的。哥，这关应该跟星辰相关，就是不知道三叔跟大壮哥在哪儿。没事，等过了这关我留个记号，三叔看见就会跟上来的，到时候再想着将他们引诱打劫。太君，到了。打开。七星，相传在七星的位置上曾经是七个黑洞，经常给百姓带来灾难。东海有七兄弟和七座白玉山，将黑洞堵住，变成七颗亮星，供天下百姓辨识方向和区分四季。不过好奇怪啊，怎么这个星盘只有一半啊？是不是被隐藏起来了？别动，我来试试。皇上的性命我不敢保证。山子，你个老杂种，你要敢伤害我兄弟，你就等着被活埋吧。大壮哥，三叔，你看看这边有没有星盘。有星盘，有星盘。
正法，陆正法，你们赶紧走！老奶的命还捏在他们手中，老子不可能走。天斗，这人斗老奶从不领身，你要把他怎么了？混账，我杀了你！这个莽夫，白老奶在我们入墓前就已经被我救了，那是他亲手交给我的信物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秋萍，我也是守灵人，守灵一脉沈俊。你这半是月佩，是守灵一脉大祭司后人所持有的信物。再说，接下来怎么办啊？这机关需要两边根据七星的排布挪动星辰，尽快破关，带着你的人赶紧走。三叔，听我指挥。天书为斗一，天书为斗一。一会儿我让他做人质，换回孔老三和高大壮，你带着他们赶紧走。守灵一脉的传承不能断。想啥呢，大哥？万一你跟他们同归于尽，岂不是显得我很不仁义？你这个人，先想办法对付小鬼子吧。老妹儿，哎，还有没有换粉？还有。好，一会儿先拖住他们。你，还是继续做你的狗腿子，跟三叔他们一会合就找换粉啊，先制服他们。王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小林小姐刚才在甬道吸入了一点毒烟，所幸没有生命危险，只是暂时昏过去了。来来来来，我近点近点。大壮，快点，快走啊，走！
带着妹妹赶紧走吧。大壮，大壮哥，大壮啊！王队，大壮啊！縛り上げろ。こいつは後で使い物になるかもしれん。無駄なのは生け捕りにしろ。呼ばれて殺すわが。連れてけ。はいはい。快！放开我！我要想办法弄死他们。你带着他从密道走。我让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老子的兄弟不能白死，我必须给他报仇。我们又见面了，你是宋玉莲，带我们去知母室，我可以放了你和孔三。老子跟你拼了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知道，不要去。好吧，那态度吧。知道，不会是宋司诈尸吧？
中国有句古话叫"踏破铁鞋无名丘"。
宝藏，宝藏啊！大林鹏帝国军万岁！我想让他死都别动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快走。这墙壁动了。
老妹儿，把它给我。感身边，温王谷六目栓，栓上乾隆被开元。温王谷六目栓，栓上乾隆被开元。温王谷六目栓，栓上。老南。事儿都过去了，您就别念叨那套封建迷信的词儿了，想想白纸嫁人的事儿吧。哥，一天到晚就嫁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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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偏不嫁人，我就要待在这儿。啥意思啊？这么大人不嫁人养你一辈子啊？啊？你看看你，你说出他呀，我根本就管不了他现在。我觉得棺材不挺好的。哎呀，你说说他呀，那倔脾气你说咋办呢？我也觉得这儿挺好的。哎，不是，
老板，还缺伙计吗？